慈济科技大学举办技职博览会，与花莲呢在地的三所企业签订了实习就业合作备忘录，希望能够借此争取更多的业界实习机会，强化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慈济科技大学举办技职博览会，广邀花莲当地九所高中直设摊，也与业者签订实习就业合作备忘录，增加学生在业界实习的机会。让我们这边的高中职还有我们这边的学校可以去在这里展现他们学校的一个培育的特色跟专业，那也让在地的学生可以多一点了解以后他升学的一个选择的参考。为了吸引未来学弟妹的目光，各高中职使出浑身解数，推出超音波检测、脑波分析以及线下当红的 VR 虚拟实境体验，可以体验到很多比较新的科技，然后这边有很多就是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平常不能体会到的东西。此刻大护理系推出老人套装，戴上特制老花眼镜及手套，身负重物，体验老人生活的不便，以及护理人员需要有同理心。不要变阿公，你我哪里神了啊？你神没起来。眼睛看不清楚，然后也听不清楚，脚有点走不动啊，好辛苦哦。护理工作目前来讲是社会最需求而且最有意义的工作。根据教育部统计，有六成国中毕业生将高职列为第一志愿。我平常也是很喜欢帮助别人，然后希望以后往这个方面的时候也可以帮助更多人。以创新及有趣的方式展现各校的特色，让学弟妹看见技职的就业力。大爱新闻江嘉瑜、邓明仪花莲报道。